哇，这是我们快乐伙伴，还有一位，这边来，我们先介绍一下演妈妈这位很感动的，来帮我们介绍一下。各位大家好，我叫丹，哎，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哈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。那大家好，我叫孤儿，哎，我是那个中国的妈妈，中国的妈妈哦。各位大家好，我叫珍妮，今天很荣幸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同乐，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下午，谢谢各位。哇，来看看他们，看看他们两三个人演的棒不棒？好，好不会秀好不好听？敢不敢人？因为呢，我母亲节才刚过，这个月呢还算母亲月，希望在座的妈妈们呢，能够祝福你们能够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也祝福你今年度的母亲节能快乐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下一个呢，要请到他帮我们放摸彩三位人员，我们有十题的机制题。好，我们讲过机制题呢，就是主持人呢，他在现场的讲话呢，可能就是机制题里面的题目，所以呢，请大家注意听。我们用抽奖的方式呢来代表，所以我们总共有十题。我们呢，来，你们分配你要抽几题？妈妈抽多一点。好，妈妈抽四题，然后各抽三题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摸彩箱拿出来。来，我们请一下妈妈先抽。谁要给阿妈摸一下？先把题要抽哈，我先把题目念一下。机制题呢是。主持人讲题目你们要答，会答的人不代表说你能够上台，一定要抽奖。来，第一题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今天台湾寻得慈善，今天台湾寻得慈善会的中午用餐时间是几点几分？我刚刚在报告。好，请妈妈抽一张。中午用餐时间是几点几分？哇，好时事哦，只要大家知道就好。刚刚有公告哦，哈、哦，来号码，1160号，1160号，哪位来宾呢？1160，1160，来，恭喜，来几号？来麦克风，几点？啊，来到台上，来，第一次提到台上。看你答对的还是答错，来，11:20，对不对？答对了，来一个奖项，金奖。好，第二题，请你告诉我，我们会员大会是几点开始？节目几点开始哦？会员大会几点开始？第二题。来，有没有842号的？来举手一下，第一遍。好，来到前面来讲，我们会员大会是几点开始？刚才吃饭时间是会员大会。来讲一下。12:15，对不对？答对了，好，请帮一下奖项。奖金的哦。第三题，注意听哦。102年的寻德健行活动是在哪一个捷运站下车？哪一个捷运站下车？818号。818号。还有，妹妹有。来，睡哦。看到妹妹这个奖。哇，妹妹好可爱哦。她吃油的了。在哪一个捷运站？七里啊，对不对？答对了哇！第三题哦，第四题，来恭喜第四题，再请妈妈抽一张。好，第四题，稍等一下再念哦。我问一下哦，今年的健行活动地点是在哪里？805号。805号。805号。这个活动地点是在哪里？这个地方是哪里？805号。好了，照明寺答对了 ，A 的，不是说照明寺就好，也是以前的什么庙啊？奇妙庙答对啊！哇，哇，妈妈抽几题了？第几题了？第四。好，我们下一个换我们的水灵姐姐抽一下。妈妈，
来，你也先抽，消音哦，先抽三张起来好了，一二三，好，待会我再念题目。有抽到就好气啦吼，今日来讲长江，摇一摇吼，愈重一定愈抽会到。好，来第一题，这要问一下喽，台湾寻德慈善会的大家长是谁？这个如果不会，那是该打屁股了。台湾寻德慈善会大家长是谁？来，902号，902号是哪一位？902号，902号，第二遍。902号，第三遍，还有没有？再一次。902号，还没有，好，那去前。好，来，再来哦，来，878号，注意听，878号，878号，哇，刚刚是不是？来，是谁？何文成先生。何文成先生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在这边掌声鼓励，哇！去领奖。好，接下来1100，我还没有讲。哦。好，来，像第一张、第三张了嘛？哦。像第一张没有。好，第三张下面。请问一下，寻德慈善会它成立是在民国几年？哇，这个来1014。民国几年？哇，这个有一点深度。1014，1014。好，摇来。1014。来。民国几年呢？80几年哦，你自己想是几年？86年吗？82年，请问他是在几月？好，来几月？980号。980号。980号。几月几日？有谁愿意唐行的慈善伙伴帮他代打也没关系。几月几日？来980号。980号，来举手一下。980号。有没有？第二遍。980号。没有，好，没有齐全，没有哈、哦，没有重抽，好，重抽，我要，来，980，来，几月几日？应该是982。来，哪一个伙伴愿意唐行的慈善会？980号，啊，你是982。哦，980号哦。还是，哦，980，没有是不是？有吗？啊，几月几日？啊，你是寻德慈善会的人呢？82年几月几号？2月21的。2月21，对不对？答对了，我告诉你们，他要是答错的话，是太厉害了哈。委员还答错，好，过来，再抽三张，你是抽三张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要念题目喽。请你告诉我，台湾寻德慈善会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走过几年了？走过几年？来，放了。697。697号。697号。来，如果弃权的话，我就要请。好，第二张。780号。780号有没有？697有了。哦，来，寻德人走过几年？20年。答对了，从82年到102年，正好是20年。掌声鼓励。好，再来。780。过来，我还没有念题目，对不对？台湾寻德慈善会，它是在民国几年立案？民国几年立案？这都很重要哦，所以我一定要问你们。民国几年立案？来，再念好吗？780。
780号，780号，第二遍，780号，第三遍，没有了。974，974，974，974，有没有？来，先出来，出来，来来来来，来，民国几年厉害？100年，答对了，非常的好，非常好。还有没有？刚刚有没有补的？好，过来。好，那个题目刚刚讲过了，台湾现在是上位是在100年立案，对不对？但在几月呢？810立案。815。100年几月？815号，这都很重要的题目，只要是会员一定要知道哦。来，几月？一月份，答对了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好，我们非常谢谢我们三位当妈妈的人，还有当小孩子的人，给他们这个掌声鼓励一下。